一博老师是你这种心仪的男生吗？我觉得一博老师挺好的，一博我喜欢的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而且一博老师他之前做过你们的导演，我那个时候就蛮欣赏一博老师的。因为我要对我自己知道，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我靠。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，决定了你的手我不会放掉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。孟杰是队长，我也感觉挺好的。